那天直播，观众发来好多翻唱视频的链接，说一起看，问我如何评价。没想到这个视频点开，竟然是王菲和那英老师的《岁月》，这怎么评？怎么放这首啊？这不是我经常唱的吗？怎么发这个？突然来到春晚现场。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，这我怎么评？这个手套我有同款。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，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。不问扬起过多少，就是那英老师一开口就是一股质朴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不是说他唱的不好，就是朴实刚健的感觉来了。走过多远的旅程，要带点那种北方的鼻音。还那个叫什么？王菲老师是有点夹夹的，但是夹的又恰到好处。他是说灯，王菲是灯。如果一大吟唱就黄昏，在永远相处着的青春，这云很淡，云很淡，云很淡，风很轻，风很轻，人心沉。他夹的就是把握的力度比较好，不会夹的让人难受。黄飞粉丝开始踩一捧一了。我跟你说吧，那老师拿来一起比，也算是捧了那老师，在这里就这么狂，哼！我把他拿来一起比，已经是我平时有拿他出来比吗？我根本就不把他拿出来比。我拿一般是拿王菲跟林忆莲比。情还一样帅人，我心中亮着一盏灯。我在学他那个唱腔。你是让我感动眼里那个人，你是我心里那盏灯。假假假。但是那英老师的唱功是还是很认可的，而且他感觉现在比王菲稳，他的高音很高的，我反正高不上去。你看这时候高音是那英老师顶上去的，王菲就是疏于锻炼，叫伤仲永吧。人清晨，他就是嘴巴只张一点点。风阵阵，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。